做完爱后下面痒是什么原因？如问医生特邀专家张恩地，西北妇女儿童医院妇科主任医师。我们说了，他性生活的时候吧，是一个这个刺激，他由于性生活的这个活动吧，他可能对这个阴道黏膜，他还是有一点我们叫轻微的损伤吧。它也不是我们所说的非要撕裂了干啥，它主要就是黏膜就是可能充血干啥，这是它可以养。还有一个就是性生活之后这个没有经过清洗，它可能互相有感染啊，引起来的这个细菌性阴道炎，它也会引起来这个阴道外阴痒。这一个就是过敏啊，有时候有的人用这个性生活带这个避孕套呀，对这橡胶过敏的时候也会痒。所以我们还是要针对原因来做一个处理。